为什么要叫飞翔的荷兰人？ 闪现，可惜。哦，牛，还行。 被稻草人恐惧了，不知道，因为荷兰人会飞翔。章鱼是无脊椎动物，智商巅峰。我听说章鱼好像都挺聪明的。力量是唯一。那他一加一定算得很溜。哎，今天520，你们是不是睡得这么早？为什么？啊，520这都睡得这么早是干嘛的？都没声音了是吧？ 这是为何啊？这是为何啊？你们就有点不对劲。因为母胎收了，母胎收了没什么不好的。 我操，这个卡莎这波是有点难受的。没有听上去那么不吉利，永远不要跟烈火吵架。哎呦！我要给我可怜的断臂报仇。如果是的话，这就没办法。 我得走。我如果跟他一起打，能杀，但是一定会死两个人。但我直接走就只死一个。这是敢打我？操！ 点燃给他，好像两个都杀，有点小难受。有女朋友谁还看你直播？哈哈哈哈哈！这么伤人的吗？行，好的喵，好的喵，好的喵。 哎呦，这个还挺细节，死了一瞬间直接买一个戒指，透过他人恐惧的黑暗。
这可怎么办？对面好像没了呀，已经。哎，我发现这些下路好喜欢拼啊，他们打不过也要打，就全靠打架，这打不过就直接没了，感觉。不要怕，没事的，我有这个。跟你们说话，其实还能再打一点。哎呀，好生气啊，烦死！我想拼一下我的大招的，我的 AOT 失效了，直接摁了左键触发了。三项建模有没有搞头啊？你说三项建模，三项的小件对建模来说不是很需要啊，用不到太多。这个三项的小件，建模真的用不到。你要说那个耀光的效果也好，攻击速度也好，用不太到的。哇，这么远的，他是这样子玩的，帅的。第一件黑切还是跟你说话都瞎子挂了。我任凭一个蠢货跌跌撞撞的走在我前面，我是无法带你回家。他们在干嘛呀？我让他自己吃了，他毒吃药肥。我推过线，你经常四六没有回，我是装清高一分男，是两个海底的地形。两指摔。真的难受，对面应该开始发作了，我感觉，应该开始发作了。发作，懂我意思吗？他们开始吵架了。其实还好，娱乐局出什么都行，以前迅捷步伐加身份也好玩。对，你要打匹配随便出都行，但打排位，真的三项，我感觉那个小剑你用不太到，你对线期那个小剑不太行呀，感觉。哇，我走的好快，四百多里是吧？我可以单杀这个卡莎的。好狠！耶，这也算二十块吗？英雄弹幻象果然是不错。月虫我感觉怎么样？可以啊，那皮肤挺好的。月石挺好用的，其实。
基本上记忆了，这样子。剑杀九折打折买，嗯，还可以，那个皮肤其实。 这皮肤还可以，就是可能有一点点不习惯。如果你刚开始用的话，哇，这个要是900出头就好，可以打个5。下去把这两个人宰了，好好补个刀，不知道能不能行，应该可以。 再传，我还要往前走。好，给他跑。 谢王杰元，哎，王杰元，你上次你续钻粉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发号给我？你的补兵惩罚是的。 没事，我蓝多，回蓝快，效果。他们好像吵架了，这。乌鸦地震兵杖吗？没有，我一般帝国指定的，地震一般都帝国指定，吵架了。 好分段这么爱吵架，这版本战士玩不了一点。对。操。 哎呦，还好有可以，可以，有点小痛。感觉乌鸦好像辅助第二件直接冰心吧，下次我冰心算了。感觉出冰杖不是很需要了，现在。感觉现在乌鸦出冰杖，一般，你睡醒了，我干。小我干。 乌鸦现在出什么神话？打上单的话出时光，打辅助的话出帝国。这帝国是不是加强了？法强好像比神高一点。哎，他是用这个东西合的，恶魔法典合的，他没生命值了。帝国指令改，帝国不是神话了，真的假的？ 帝国指令不是神话了？不是神话了？没注意看。那我想一下出什么？哎？ 出这个好了，出法袍吧，出法袍挺好。
这法桃现在攻势也变了，那就出法桃呗。 生命水晶吊饰，出法袍吧，乌鸦好像那就只能出法袍了。出法袍，你往里面冲应该挺猛的。法袍。